迎收看《爱神帮帮我》。没错，《爱神帮帮我》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集。没错，最后一集。今天这集呢，绝对就是特别的。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已经猜到，因为有人在第一集看到一个那个贴黑的黑眼睛的，对，那个截图就是在下面留言了。我们邀请了六位男士呢。没错，我们这次为了爱播，就是请到一个特别来宾，也就是他的偶像，没错，是爱播的偶像。那究竟是谁呢？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喽。音乐自己的毛巾，自己的毛巾。应该是会喜欢乐团的、听团的男生。对啊，就是大港啊。期待吗？可以一起去，很开心啊。哎，太阳。Apple 平常没有在密我的人，突然来密我。想必是有事相求，他就问我说：“有没有兴趣一个类似相亲这样的节目这样子？”因为他们员工我以前有认识一个，他说我都说该不会是那个宝宝吧？然后他说不是，还有另外一个。我说哇，我怎么这么厉害？他的员工全部都欣赏我这样子。跟想象说，其实他没有像荧幕这样让大家觉得很大只哎，他其实还蛮瘦的。他其实蛮瘦的，对。所以这是你的毛巾？这不是，这不是。哦，这是。对，这是可能你们准备的。哦，他们的哦，我以为是你的。那今天五个这样子，有喜欢的吗？你是我最喜欢的。那你这样这么多人，这样十几个人在看，会不会压力很大？有点紧张。好，没关系。我看现在是你，我更紧张。就等餐点来，我们边吃就比较不会紧张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干脆这一条先借我好了。因为我今天太子留的蛮好的，辛苦你了。我刚就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计程车司机不知道地方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地方，所以我就走比较远，然后从别的地方过来，所以现在那个热气没办法排散出去。那你要？没有关系，有可能是受你的影响。很紧张，是不是？很紧张，紧张。哇，天哪！对，有那种看到偶像的感觉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很开心。好，怎么会来？因为苹果邀约。对对对对。哦。他就是他邀约我，然后我就说谁问号，很没有礼貌的回，然后他就贴爱泼，我说 OK， 惊叹号。OK， 惊叹号。真的假的？开玩笑的。没有啦，我是后面才知道你的那个，但没关系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是樱桃苏打搭配什么黑酒酥？好，谢谢。这个是冰的玫瑰奶茶，谢谢。还是蛮有这些。这好像是糖哎，你要喝很甜吗？跟你差不多就好了，跟你差不多就好了。你是不是很尴尬？那就全到了。好，那就全到。如果是跟你差不多，那就全到了。好好好。我怎么知道你们第一次聊天要聊什么？我会先问问兴趣啊，怎么的 ？Whatever。好，不然我们来问一下兴趣好了。好啊，好。你有兴趣吗？你有兴趣吗？没有，我姓蔡。兴趣是什么？你很够。这还没用。我的兴趣是听音乐。听说你会听一些独立乐团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有推荐的吗？来讲三个。你平常都听什么样曲风？我是先问的。我都是。我先问的。青岛阿蛋好强，你一定会听告五人吗？莫宰阳。不过为什么一定要是独立乐团，不能是一般的乐团？我比较喜欢没有人知道的样子，感觉。然后不然就是比较亲民一点的。可是我们这样七月半以后整个大爆红，就是独立乐团。那怎么办？可是你们不要走金就好啦。走什么？走金。走金是什么？招金啊！对，招金啊！好，走金这样子哦，因为我们是会去走金曲奖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去走金的。好，你们一定要走金迈过，我们要以那个方向去迈进。好，不过你春夏秋冬最喜欢哪个季节？夏天。夏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很讨厌穿厚重的衣服，就是很冷，太冷我不行。哦。就怕冷而已。我是个人喜欢夏天啊。可你会一直流汗，会不舒服吗？对。但因为夏天有那个四月 ，April， 还说，他叫我准备的，April 叫我准备的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？好，这个可不可以？问这么香的，你们都会这样问，都会直接这样问。我不会问这个问题。你没有对他们问这个问题。对，我对你问这个问题。好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哦，流汗流汗。你知道说不定粉丝们也都想知道啊。哦，还好、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可能就古灵精怪的，我喜欢古灵精怪。不按牌理出牌的。对，活泼的，就是比较，因为我比较恶劣一点，我虽然是比较容易喜新厌旧的。这肌肉很嫩哎。对，这肌肉不错，我给他蛮高的分数。哦，好，给大概第二名。第二名，啊，然后这个是没有，第一名是你。哇！直接进入吧，直接进入吧。啊！那我们现在要来玩这个小游戏，来，你先。好，我先。好。对你而言，我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对我而言是什么样的存在？是的。偶像的存在。好。可以吗？这个答案还不错啊，不错，是是是。可是可能可以换一些其他偶像。其他偶像，我怕你这样子太那个，哦、你目标太短浅了。太短浅是未来的理想型。你可以撩我吗？你可以，我刚才已经用掉了。好，不然我讲个笑话好了，不要撩好了，因为撩好像我现在想不到。就是有一天，像你就会去逛书局嘛，对不对？逛书局之后，你拿了一支笔你就走了。你又没付钱，然后人家问你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用偷的这样偷我们的笔？”然后你就说：“因为我是 A 笔啊。”你没有拍手。你是 A 笔啊？对，原来是这个 A 笔的部分啊。OK OK， 可以的，可以的哈。你的理想型是不是我？你刚刚回答过了、啊，你是我的理想型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嘛，是什么问题？我是你的菜还是你的肉？觉得应该是不错的那个对象，因为你算蛮有趣的人，就是落落大方这样子。谢谢。菜还肉的话，不许这样说。对。因为女生不是物品。对。哇、oh!。很快很快，所以你觉得艾波是有符合你的理想型吗？外形的话，感觉你喜欢辣妹。嗯，确实。所以艾波不是辣妹。她比较像是文青气质妹，以前高中都很喜欢这种类型的，可是后来大学之后就会开始欣赏像泫雅这一种，就是辣的。所以你今天走进来，就是泫雅这种类型，就嗨你好，我就直接强吻这样子。短期内应该不行，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不要耽误别人的青春。没有，谢谢啊，不是。今天非常感谢蔡哥。耶、yeah! 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请到员工都很喜欢你，所以我就很想要来看看说到底为什么会喜欢你。是。然后我看完以后发现，觉得。因为我第一次见跟蔡哥见面是在拍广告。对对对。你有记得吗？有、啊，一眼望过去有一个人特别抢眼。好了，反正呢，就是非常感谢蔡哥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，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跟蔡哥。没问题的，因为我真的想不通，不知道跟你合作什么。想破，你有想破了，确定有想破的哦、喔。然后想了一个这么尴尬的东西，直接给我丢进来。好了，最后谢谢蔡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耶、yeah! ，是不是觉得很开心？蔡哥很帅，因为蔡哥就是我们。那怎么样？该不会是他给我选蔡哥吧？可以吗？玩笑，因为蔡哥没选。反正呢，就是现在艾波已经到了最终回了，所以今天这一集势必就是要选出一个人。我们在这里就是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喜爱这个节目、欸。对，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你来，对，就是想要听听看你的想法。就是这五集结束之后，你有没有感受到，就是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太单身呢？你们就是为什么尖锐呢？我就是少了一点冲动啊。冲动这种事就要问蔡宗霖啦，他最冲动了。对。因为他刚刚又不讲话了，所以就给他去打一下，不然要比冲动，他比不过我们两个。我觉得我以前我就跟艾波一样，我也是希望可以等到一个就是很主动、很 perfect 的人，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可以跟他在一起。但发现现实其实没有这么美好，有时候自己要主动去争取他的那一步。因为我不得不说，其实布丁也是母胎单身21年，
而且他跨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是一开始是没有那么顺利的。哦，超失败。对。没有。所以其实布丁，你们两个其实应该可以来好好分享。对啊。本来这边有个母胎单身，我们两个还是母胎。对，这个是前辈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心情？你不要讲啊。好尴尬哦。对啊，那你听我刚刚这样讲，有没有觉得以后如果遇到一些对象的话呢，是不是可以再更勇敢的踏出那一步？说不定对象也在等你啊。有时候对方说不定也是你的那个想法。他们怎么讲话很尴尬哎？看我们两个菜鸟在那边。讲的每一句话都在兜圈。路过的写笑话，天荒野到海。我们不要绕圈讲。消费时间。没错，爱播这全部看下来，其实我们有个心得就是。你的条件一来是美满，二来其实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。我们不觉得你是因为条件不好而单身，你是因为太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单身。艾波有点把清单列得很明确，太明确。所以你是不是每次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会觉得、这个不符合，这个太重了啊，这个符合，哦、这个太这个太幽默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会就是因为一个点之后就停止，我就会觉得他就是。艾波很像监理站，你知道吗？来检验有没有排气没过啊、oh, ？Sorry， 没有关系，下次再来验，对不对？照你刚刚讲是这样嘛？啊、因为一般来讲哦，我举例来讲，我们的择偶条件，我们也跟你一样心里有 list， 那我们就会检视说这个人有十项，里面可能只符合五项，那这样有没有过关？我们会最后再来通的，但你是一关一关一关，第三关没过，拜拜拜拜。我印象很深刻是第二个来宾林阳。林阳，其实你们前面大概七成的时间，我觉得你们相处非常融洽。可是到后面，可能你们开始聊干了。那时候我都问你说，哎，那个今天要播第二集，你跟那个林阳还好吗？你那时候不是回我说，哦，我记得很尴尬，就你只有记得很尴尬这件事情，完全忘记前面其实你们聊得非常好。所以也许你要试试看看，就是面对一个人，你要纵观全局。而且有时候没有交往真的不知道啊，有时候是你主观列的 list，、啊、然后有些人是交往试了以后发现，他可能是比你想象的你更喜欢他。他说不定有些优点是在跟亲密互动中来展现出来的，我不是说试车。好，那先这样子，艾波，我们现在最后一集就是要选出一个人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就想说这个人就是蛮聊得来的、啊、然后你觉得就是可以跟他继续当朋友，你觉得是哪一个人最有机会？五个，你这五个可以选，不可以选蔡哥、哦。对，不可以选蔡哥，只有五个可以选。你应该也不会跟我选，你应该也是不会选。妹，你要选蔡哥，你要选蔡哥，哎，你不要选蔡哥，蔡哥。我也 OK 啊、哦，有变成亲人。也是没有关系。那几个也太烂了。但他前面两个很差哎、欸。好，是等，你先选，你先选。所以是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第一个，对不对？你有记错吗？对对，没有，就是会听歌剧的那个。你是说像张东景宽的？哈哈哈哈哈！OK， 是阿哲。因为他看起来比较沉稳，然后成熟人，因为他有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领域，就是兴趣。哦，我懂你意思，我懂你意思。那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特别。就会很想要跟他一起去试试。哦，你反而因为这个人兴趣跟你比较不一样，或者他喜欢的东西跟你比较不一样，你觉得这个人比较有趣。对，哦，蛮欠杀的，因为你知道，不得不说，你在这几集里面，你都对于有跟你相同兴趣的人表现出很有兴趣，结果殊不知你只是想要赢球的 ，no。因为这样子的是，就是跟我同样的兴趣的人，我就会觉得很像朋友。一起去做这件事情，就像朋友一样。可是他的话就会有点像比较特别的朋友，比较特别的朋友。我可以懂，因为你知道女生哦，其实有时候会喜欢那种就是崇拜的对象，他会的东西我不会，他会他喜欢做的事情我不会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好崇拜哦，就是有一种想要追随他的感觉。你应该就是这种感觉。那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要对母胎单身的你自己给一些建议？就这五集你看完，你应该问题。你在看的过程当中，你站在局外人的角度，你会跟自己说？就是我怕受伤，就是我怕受伤。其实关键就是怕受伤，怕身体里面的保护机制很强。母胎单身就不要怕受伤，你跟他。因为最受伤，最受伤就是单身一辈子。最受伤就是当工具人三年，就这样而已。爱神帮帮我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集啦。过了这么久呢，就是希望可以让那个艾波的相亲过程能够好好完整的呈现给大家，然后也希望也谢谢大家喜欢这个节目。那会不会有第二季呢？就是看心情，因为做一集真的是蛮累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希望艾波不要辜负我们的苦心，毕竟你要做第二季成功。
还拍过了，还再拍一次。因为我们档案又不见了。原来这是可以讲啊！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厉害？一模一样哈。水逆 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希望爱播不要就是辜负了我们的苦心，好吧？我们对你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，是干好好的卖就可以了。每天会照三餐问你说有没有跟阿 Sir 聊天。好，那我们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爱神帮帮我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要感谢那个世新大学的同学，因为这次是跟他们产学合作的节目。然后我们要感谢好样，谢谢好样，因为呢，对我们那个餐美丽的餐厅以及好吃的食物呢，我们感谢好样提供场地跟餐点给我们。那以上就是这样喽。但是要就是说看自己片的人，就我相信。对了，跟爱播一样，你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真的还是希望的是寓教于乐，毕竟这是爱情诊疗室的番外篇。对对对，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六集呢学到一点东西就好了。好，那如果教育部要赞助的话，好啦，那就这样啦。最后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就说这里只是想要赢球的啊 ，no。那个冰雪奇缘，冰雪奇缘，就进入未知的领域。你看，没有看吧？